轻女团 F 近日带着迷你二级 F Switch 回归，除了前上音乐节目打歌宣传外，也举办线下签售会。成员张元近期在签售会上穿起粉丝给的日式校服，并拿着篮球还原灌篮高手赤木晴子的模样，让粉丝们全部晕船。影片在网络上曝光后引起疯传，张元英的美貌云帆大批网友直呼我想当那颗篮球，西篮球精张元英。三秒钟的影片我看了两小时，我喜欢篮球，但我更喜欢你。还有网友表示知道为何樱木花道要打篮球了。